哎呦，哎呦，鞋好硬了，好烫呀这个。其实我买来回来时候买的就是熟的，你们不知道，又给我煮了一个半小时，是真大呀，好吃吗？没事没事，我觉得和鸡蛋没有什么区别，还大，大的还散，感觉像是假蛋一样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给你炒一口吧。